你啰嗦的反复的不停的问我为什么不吃药，崔哥已到了这个年纪，瞌睡动不了想睡觉，隔着屏幕的姑娘我知道你们忍不住在尖叫，哎呀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 freestyle， 生活在社会中压力很大，总是无法去表现出自我，兄弟们打打牌聊聊天，他们总是义无反顾说挺我，谁会知道明天的命运有一次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。十年前李锤也是一个热爱 hip hop 的少年，如今面对生意不知不觉回不到了从前，中国的嘻哈乐好似春光乍现，原来我心中的嘻哈梦从来没有破灭，年轻的朋友冲在前面让我们感觉自己很落后，三内零我的双手捧出来个人气小鲜肉，我知道成千万个钉子在你锤的背后，想听音乐来你锤这里，让你听个够。